Man, you thought he was cute before. Look at this peacoat, tell me he's broke.好了，我刚刚来到这间娃娃机店了啊，哎呦，12088哎，两颗哎，哎呦，礼拜哦，看来怕挂吗？嗨，我是老魏，我现在来到另外一间娃娃机店。我现在看到它里面有一些2088，有两颗，所以等一下来尝试一下打这个看看。看它前面现在很多杂物啊，所以我要先把这杂物清掉。哦，这个夹不起来。只能用打的了，那个有点薄，那爪子合不起来。啊，它的爪子贴到玻璃，有点智障。好了。杂物总算是清掉了。直接甩可以，哎呦，哎呦，直接甩会出哦。我是有点烦呐。而且他耳机快要打开了，哦，他耳机快要打开了，他前面已经拍开了，没有错，算了，我先直接打不卡线的，打2088。哦，有力哦！哇塞！这样都捏得起来，太有力了！超有力！但是前面这个我看应该要先清掉，有点挡住啊。问题是他现在躺的位置不太好。推下去了，有了吧？我要出货，you
差点就直接一门到枪位。可惜呀、啊，太有力了。包你啊！嗯，有机会哦。嗯，差一点点。哦，爪子贴玻璃哈、哦，会那个爪子会吸。优良，嗯，啊，我站起来捏，有机会拖。一样丢进去，可惜。尴尬哎，我现在爪子卡线了。卡线反而到枪位啊。把握机会，差一点点就拖走了。哇，尴尬。比较适合前门，但是我现在摇的位置左右不方便，他摇这样我不方便的。差一点点啊，你看。出了，恭喜呀、啊！好了，那今天就先打这样吧。哇，今天打了两样 ，OK， 那就先休息吧，谢谢，拜拜。And you thought he was cute before? Look at this peacoat, tell me he's broke.